薛之谦和大张伟简直就是双向奔赴的病情。因为薛之谦老师啊，这两天嗓子一直犯痔疮。这两人在一起，不就是病友相聚吗？神经病的薛之谦遇到精神病的大张伟。薛之谦是一个谦虚的艺人，一上台就感觉一直要给观众磕头。我是说，要不你们也就别下来了，对吧？三段先演完吧。别，这样我们看看你们什么样，我们还可以临时的放弃啊。临时调整不了了，只能放弃了。各聊各的，都能聊一天。薛老师，薛老师，你能不要薛老师？辈分比你差多了。芊芊老师跟我差不多大。张伟老师，你可以不要叫了。下一句都是芊芊老师大三年的了。给你跪下了啊！跪呀、啊！然后那个，可能说话不算数啊。你们两位觉得谁的歌比较好听？我的，我薛之谦的，薛之谦，薛之谦，你平时就是觉得是好听。是实话，你们那首倍儿爽，特别好听了。用魔法打败魔法。芊芊啊，你真的在大张伟面前，你算正常的。薛老师，如果他有愿望能够成为咱们这届冠军、武林盟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两个怎么会开始认识？四个字儿 ，Destiny。You are my destiny。男友是薛之谦，女友是个男的，神经病啊！那个北友大张伟，不懂就问，你们俩是来说相声的吧？上综艺节目没有大张伟，你们就不能看。薛老师的微博有1000多万，广场舞大妈没有了大张伟该怎么办？薛老师唱歌啊，一般。知道网上形容歌手的 live show 很稳，会说什么吗？假唱。分手是没想到，很多人都说您是行走的 CD。我哪里是行走 CD 了？我知道你谦虚，我是。节目组让他俩在一起也是真的勇。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是听你歌，出过两张专辑的时候，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。第一个是叫《草莓声明》，太棒了，印象深刻到都说错了。第一张叫《幸福的旁边》，幸福的旁边，我里面的歌我都说得出来。那泡沫，对不对？又说错了。喜欢你歌的人好多美女哦。那当然了，好羡慕。怎么着？你看着我歌迷了是吗？乱傻这一块，谁也别说谁。无花果打一花名，题目是啥？无花果，厉害厉害！哇，什么题目是啥？你现在这个部位就是为了显得自个儿高一点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呢，它叫脑子。你看他就有技巧的，知道转着扔。要转着扔，转着扔，不是人转，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你别笑。南薛北张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薛之谦老师是心的跳动，我是血的潮汐。薛老师能够让大家都感觉到这种心跳啊，然后那种感动，我能够让各位感觉到热情似火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，一条人就叫完美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两个字叫完整。大老师在音乐上的造诣其实是很高的，他后面是自己想明白了，自己想去开心。你看人贝多芬是不是又聋，然后呢生活又惨，但是最终人写出的歌是什么？欢乐颂。薛之谦遇到了大张伟之后，脑子都没了。跟听，我有病。跟病。啊，听。腰崴，听腰崴。拘去，痛拘去。拘奥特曼，拘奥特曼，痛拘出去。我已经笑到脑子断片了。我是聋子吗？我是傻子吗？Oh my God！ 逼疯大张伟只需要一个薛之谦。你怎么看？龙某某渣不渣？你怎么看？你怎么看？它是两个那个图形，你怎么看？咔啪，啪啪是什么东西？咔啪，一个形状，另外一个形状是这样的，还有兄弟，是什么形状？圆明圆，圆怎么看？圆什么？圆谁看？圆哎，第二个字是这个，第二个字是圆看，圆通亏。